你可以去看一下吗？你喜欢打针哦？我要打针。你要打针哦？医生，你嘴巴张开。医生，对，那里啊。我先打。没有打针。没有要打针，没有。最近啊，天气又在转换，也算是瞬间转热。我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呢，最近也是惨剧不断的发生，发烧啊、拉肚子啊，各种。每一次只要到了转换的季节，就会有各种病毒开始肆虐各大大小小的幼稚园。前一阵子比较严重的时候啊，布布也都没事，虽然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的小孩都中标，一请假哦，就是直接请个7天，而且还找不到原因。菜包能好像之前也是感冒，稍稍推推很久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家也是这么的。放流行嘛，这个小子发烧了，我们来量量看，昨天就已经发烧两三次了。Oh my god， 38.7度，哦，救命啊！爸爸准备带你去看医生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去看医生吗？你喜欢打针哦？那你不喜欢什么？我不喜欢吃。你说什么？我想要打针。你这个勇者也太酷了吧！我想要打针，我不要吸鼻子。好，可是我们都不是 doctor 啊，我们要去问 doctor 好吗？你等下自己问 doctor 好吗？嗯哼，好勇敢，好棒！之前那个淘宝开箱的这一双，他现在坐沙发都不脱。不想脱，我们来拿了一个好玩的东西。叮叮，你记得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是贴在头上冰冰的史莱姆，对不对？长得像史莱姆的味哦。冰冰史莱姆贴上去以后，你的头就会降温了，对不对 ？Every time. Yeah, every time. Get cold. Get cold. 然后你就 better 了。哦，你就会 better 了哦。长得好像 real slime， 我觉得好酷。好冰吗？我好棒，我好棒，我的鞋。阿爸先下去帮你约医生啊。可以打针。那怎么有人这么喜欢打针？多到爆炸，先挂号吧。就是买了口罩，忘记带下。我们已经挂完号了哦。跟大家讲一件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子的习惯。挂号，大家都是排队，厚厚一叠。你刚刚看到，刚刚就有一个50-60岁的阿姨吧，她进来以后，她说我要挂号，她觉得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你可能要投进去，因为大家都要排队。她说啊，这么多？啊，可是我妈妈97岁，不能先看吗？护士小姐就。就他讲超大声，就所有人都在排队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妈妈97岁，不能先看。”有时候如果说，比如说长辈在现场，大家互相帮忙，或者是有些长辈可能不耐冷，我觉得都可以接受，大家都能够理解。可是你这个态度就是咄咄逼人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，或者是像看医生，大家就是可以给你方便，给你帮助，让长辈可以先看什么。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拒绝，台湾人是非常善良。可是你的态度在决定一切。如果你遇到这种人，就这样。在下面留言，好吧，我们这个步步下来。刚刚他好像多开了一整，所以速度很快。我已经叫默默把步步带下来。Hello， are you okay？ 棒。医生说是你的吗？要看到你才知道。你要坐在那边，医生帮你看一下鼻子有没有，然后你有没有发烧，有没有？谁知道啊？我们要进去了，等一下你自己问医生。跟医生说我不要，我不用什么，吸鼻子。那你要什么？打针。打针。没有吸，都还没看呢。医生都还没有看呢。还没。
什么症状？什么症状最厉害？咳嗽，咳嗽，晚上会咳。白天会咳吗？白天没有咳。然后你要打针哦。他已经咳打针，他也不要吸鼻子。医生，你嘴巴张大。对，看你啊。没有要打针，没有。好好。好OK， 波波，你现在有不舒服吗？有哦，那么可怜的。啊，刚刚医生说什么？最后他有测那个什么病毒？流感。然后呢？没有，不是流感，所以又是一个误解。不是，他应该是鼻涕太多倒流卡住，然后导致鼻窦炎。医生有开一些轻微的鼻窦炎抗生素药来。他已经不是第一次。鼻涕倒流而发烧，因为有开抗生素。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他吃完药去睡觉，睡完觉起来看晚上会不会就不再发烧。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只要吃完药退烧，然后之后就会再发烧。主要是因为我们只有给他喝药水，其实他是鼻涕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我们之前都会出国嘛，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备这个一部分，这个就是退烧啦。吃药啦，加油。这是什么？ Orange 的粉粉。对。为什么是 Orange 粉粉？因为你鼻涕太多，所以医生给你开。那个粉粉吃了会比较好一点。喝完我们马上就怎样？打礼物。对，我等一下帮你打给森塔好不好？快点，你好棒。嗯，给大家看，姑姑好厉害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发烧。快点啊，好来哦。啊、这个是粉粉的。对呀、啊，要先喝这个。我想要 purple。没有 purple。粉粉我不要。不行。哎、欸，那你没有礼物了。粉。你喝一口看看。先喝一口。这个是粉粉，欸、我不喜欢粉粉。没有人喜欢喝药。那你会吞一颗药药的吗？你要吸鼻涕还是喝药药？那我下去拿买吸鼻涕喽。不要。那就喝药药啊。你喝药药就不用吸鼻子了，先喝水，快点。3, 2, 1,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94, 95, 96, 97, 98, 99, 100, 101, 102, 103, 104, 105, 106, 107, 108, 109, 110, 111, 112, 113, 114, 115, 116, 117, 118, 119, 120, 121, 122, 123, 124
喝。喝水，喝水。还好，可以接受，快，快一点。看看，就是你要转过去。好，最后一次，就是要喝那个粉。大口一次，喝掉。Go。哎呦！赶快喝水。喝水。赶快喝水，我给你糖果。哦，有糖果。你等下吃棒棒糖吗？赶快。最后一口了。不好喝。我让你知道不好喝啊。要求换完一身衣服，终于再吃一次要吃完。辛苦你啦，阿爸刚刚新教你的方法，捏住鼻子是不是比较好喝？布布有勇敢，对不对？那我打给森塔啦，布布，森塔，布布有乖乖吃药哦。布布有没有乖乖吃药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乖乖吃药吗？那你的礼物放在哪里？要最注 one magic 吗？3, 2, 1 Magic！ 森塔说他的礼物放在布布睡觉的地方。啊？布布是在哪里睡觉？哎，有吗？那你鞋子脱掉，去找找看。哦，那里。Why？ The why？ 阿爸、白罗都在这边。阿爸，他们都睡觉。对啊，他们要跟你睡觉啊，你要赶快睡觉休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可以压扁。我们要把它压扁。然后那你要跟他们睡啊，你赶快休息啊。该休息了。你 get sick， 你要好好的休息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对，等一下就好了。希望大家各位爸妈都可以安然度过这个季节转换的事情。今天也是跟大家稍微更新一下小孩发烧的状况，因为最近真的太多了，连刚刚医生都直接说了什么什么噼里啪啦不啷当通通砸在一起。医生讲什么？对，他讲很多什么线性病毒、肠病毒、噼里啪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就说什么啊，那你讲流感、腺病毒、梅腔菌、RSV
现在这个季节哦，大家就是注意小朋友的保暖啊，多戴口罩，多洗手。戴口罩，多洗手，多消毒啦。对，真的是很累。这两天本来想说，要不要带布布出去走走，或者是带他去泡温泉啊，然后他不要泡太热就好，就放电啊。结果全部泡汤，真的泡汤了。